但是这条粗壮的腿能否成功踩上这个木呢？姥姥加油！横木另一端，首先为您展示琴横木上的标准动作。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性，现场的朋友掌声鼓励一下。姥姥准备好，双臂倒立。确实这个动作呢是相当惊险刺激。那姥姥也为了表示对大家的谢意呢，她也要转过身来致上最崇高的敬意。姥姥，准备好了吗？起立致敬。姥姥的表现呢是锋芒毕露，马上赢得了小象粉丝的崇拜。哇，小象妹妹太帅了，姥姥接受鲜花吧。太棒了，再 kiss 一个。姥姥不仅收获了友谊，也是收获了成功啊！这份喜悦呢，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。走下来，慢慢的来，深鞠躬，谢谢大家的鼓励，谢谢。那姥姥说了，鲜花呢也要送给现场的朋友，谁想要可以伸手接过。